紧看来，这机啊，较稳。啊，拿过来，拿过来。哦。开始，开始。去去去。哎。这里面的鸡块要两斤哦，注意听哦，卖个问哦，一只内底哦，一只两公斤半，内底鸡要两斤啊，这我因你去啊查，对，因公司就对，因公司网络开价540，哦，这上来了，上尾一只要用开540，上面350几块外啦，300块了，300块压下来多嘞。这么大只的，二十五公斤了。还有谁要300块？好看，好看。哦，来两只啊。哎，我再问一下，300块还有没有？前面这里有没有？哦，没有，不要，不要，来这里一个了。300块。300块。哎，哎，我再问一下，300块有没有？300块够两百，我沙发。有，买整只的。OK，
贵耶。我买了。哎呦，我再问一下，1000块要谁要？千块，贵，千零两块。千块够人买不贵呀？来边啊边啊。来。来1000块要谁要？贵。冰箱冰没了，来个下1000块，各位其他冰箱都开过了。还有没有要贵的？没有了，就搞点什么？讲的全部只会只会过八。但是我的位置过八，过八，过八。来，咱们这里走了。来，九班，咱们中少爷啊哈，后边要低啊。这得死哦！来，鸭肉跟鲍鱼，鸭肉跟鲍鱼，来来来，给你来，来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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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这边来。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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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鱼脚哟，章鱼脚哟。这跟现场可能不够哦，哈。赶紧借那个，还有500块，最后一个。来，素蒸豆鱼现场就卖完了哈，没办法帮你了。
块啊？但是这部北北中包起来哦。还有那个油樱花吗？那边还有一个。哦，没有那个，我要打。他专门买鱼的。油樱花200块，还有没有人要？能八公？还有人要吗？200块。下章哦，今天那无。会交吗？会交。来啦，码头鱼太好价啦，拢有人点嘛吼。来交500块。叫新红沙等一只金来头前哈。来，谁拿1000块？那还有牛车吗？有。来，有啊，两边我都有开啊。来，1000到1000块的，那你就收取一下就好了。要出村，不要出村。哎，皮包偷得呀啦！上面讲皮包。偷得呀，偷得呀。有没有人要吃皮包？小鱼干的不？没呢。好啦，你等一下，好下。来，100块，100块。啊，我这样。三十秒。2块钱。看到这些压力哦。进来哦，进来哦，要不然压力很大哦。小鱼干100块，哎呀，100块。那够五家，正常说才是跨五啊。卖完了，对。后面几个？6、7、8，还有没有？手就很小。快点！快点！不要推啦！快一点！不要再摸！热汤吗？热汤吗？哎，那不要用眼睛啊，还有。瘦多看妹，瘦多看妹。
奇怪，啊，开车都差不多是了开红灯，啊，面前面前白。那有你听谁讲的？听谁讲我叫开红灯啊？下吧，这十个先分完。啊，全够了。你干很难用，跟你讲你要来用，不要它。海龙，海龙王有卖啊。小鱼跟钱芳芳也有两份，一份一百啊。你要两份。来收钱，那十个。你要一份，廖梦。啊，都你收的，你给我。廖梦华，你要小鱼干两份，好，我等下帮你留。两包。两包啊。好。你要鱼的话，等市场来前面比较快，因为他处理会比较快。后面收钱的。延吉街在哪里？延吉街，台北有一个延吉街，房价比较贵。土城这边有一个延吉街，房价也是很贵。双北地区没有平宜的。没有了，没有了，一包啊！一包，一包带着老戏魂的来啊！哈，还有一个五百还没找的几种。啊，没有我。好，帮你们留了，帮你们留了。阿杰，啊，出来。来啊！正常等你买头鱼，加两米中包。给你啊！买头。买头。原来多少钱？等一下找钱哦，嘿，来，
来了哎。哦，拢无，应该无一箱。哎，最后一箱要那个还有谁要200块？买下来。这真正好食的，我袂讲我袂甜。好、哦、对哦，这新港的师傅来做，还够人买无？200块就。好大料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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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真的是海鲜，来帮我，来找300的，怕被摸，不知道。哎呦，300的，来掏钱购物哈。卖章鱼脚，来1000的，老板。不管会杀一百多人。是海鲜羹还有吗？啊，海鲜羹还有吗？1000的，章鱼脚还有吗？1000的。掉过了，羊肉是三盒弄的牛肉，好，快按那两个啊，300。小鱼看见有捞了没有？这假的，弄过捞的，他没弄过，弄过，弄过。来，等一下好不好？哎，等下海鲜羹，300，海鲜羹，哎，这有多少？哎，哎。来，你开胃，鲑鱼来一斤来。那便宜。来，我只来400，有没有料？来，对啊。来。后面有卖箱。赶紧找你。买那边一个，旁边还请客哟。还最后一包400谁啊？最后一包400块，有没有？来，老大你500。来，来，来，金币呢？那两块再找。公司薪资有多少？1000的，丢了，一杯中了，丢了，他拿的。哎，现在找杰了，找杰了。他在拿到资料搬走了。不是的，这边今天还没卖。来1000块来。来。这边的挺好。天哪，我刚刚到。他今天也拿到价钱。有，有都没有看到。啊，你没看到，表示你眼睛太下面了，太高你看不到。还是贵一个人卖吗？我帮你谁？我帮你谁？1000块，1000块，不然都贵一点嘛，1000块。来了，来了，来了，上班了。你贵一个人来呀？哦。我们切了各地，我们切了各地无，我无那么贵哦。哎，需要加几包？包了。啊？2包200块。好，来，2包。不然要需要加无？来，你要掏钱哦。来掏钱哦。哎，200块。来500块那一个，两包一个。这个不行。再给我2包。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螃蟹。螃蟹好。好，点嘛购物。你先讲。我包一个不行，我包一个会300块。我这等于连住啊，你知道哦？我明天去钓，他把那几条、两条、3条、4条、5条、6条、300块。好，一个人不是包鱼的不？300块，来一颗来，2颗来，3颗来，4颗来，5颗来，来6颗，300块。来，等一下找钱哦，嘿，来来，他再去找你。哦，来，还是2条，我来4条，我来7条，我来，还5颗来，6颗来，300，还有谁要包鱼的？快点。
这回去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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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头前搁一个不用煮啦不用煮啦好来等于免煮哦嘿等于泡开来吃的粉面会煮的好啊啊汤会使煮坏的煮鸡汤忙做掉嘿包鱼来包鱼来300块哦300包鱼各200我300块300块包鱼有没有人要我拢买个鲍鱼哦，是啊，这鲍鱼今麦外好，我要起价啊，今麦一只150超过，个人个鲍鱼我300块6颗，一只50块，我个鲍鱼啊啦吼，鲍鱼都有了，拜，后来了拜，拜的，来干杯哦，干杯，羊肉你要大颗小颗，看一下。羊肉卤够，羊肉卤够卤吧。牛肉，牛肉有价，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小哥大概这样。没那么小。不要说小的事情啊，你最小啊。有没有看到？没有这样最小了。很大，这个很好吃。啊，你要大的来，大的给来，快买来。大的啊。大的只有2箱而已。哇，信宏，你被说很小了，怎么办？要不要验明正身？1公斤。哦，这大的这只，这只1公斤的，哎，1公斤这我想袂着，这都无卖过，我想袂着。这1公斤啊，外口1块还卖你1200了呢。1000啊。哦，来，来，1块卖1200，这2块还卖你2400，1000块对吧？哦，来，干杯来。好，小的没关系，这里人家先买到，先卖下来，来1000块来加过你来，3盒1600卖我，气啊1000块来。哦，你怎么有这世界的弄了？来一个先卖1000块，我提得。来，来个几个就好了。没有，因为还这还不是全部的货，到最后还要再整理。来这个最后一箱了啊、喔！最大的礼拜五来买，礼拜五来买。我下班赶过来啊，没有来买，用看的呀。我跟你讲不行，我老公说这样子我不过了。花钱是种快乐。我辛苦工作，对吧？人工作我怎么买？啊？好。来最后一个，哎，没有了。后面的有没有两个人收？